我在台电大楼这边发现了一间新的舒适餐厅，而且是阳明春天开的哦。听说是有面有饭有中式有西式，真的什么样都有，超多选择的。赶快跟我一起来找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吧。走。哎，你好，欢迎新家。现在防疫措施都做得非常的足。来，谢谢。哦，谢谢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新家。你好哇。帮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餐点。好啊，你们这边里面真的。很舒服的感觉，很像家的感觉。是，那首先帮你推荐我们的串烧系列。那比较推荐是我们的三杯，这一道是最多客人喜爱的。来一个高蛋白的 DGI 餐，是黑胡椒的猴头菇排。哦，听起来也很好吃。搭配我们的黑胡椒酱，豆腐堡系列。比较推荐是乐沙，偏辣的。那这一道菜客人都还蛮喜欢。辣沙控。 这个当然要点一份，古早味酸菜猴头菇甜甜堡，这边卖的最好，这客人来几乎必点的四川椒麻豆花，好神奇哦！我们等一下来试看看。好的。大家来看一下，我现在面前的这个排场是不是很夸张？我们就从这个三杯猴头菇串开始，每一个猴头菇都非常的饱满，非常的 juicy。 猴头菇好入味哦，咸度真的刚刚好，这个很推，荤食者也会爱哦。这个黑胡椒猴头菇排，看这个有猴头菇，然后还有植物肉，所以它吃起来口感是很有层次的，它不是只有猴头菇这样 QQ 的感觉而已，它还有植物肉的口感，再来就是你还会闻到微微的松露味。 好高级的感觉哦！再来，叻沙豆腐堡，8个小时熬煮的汤头哦。哦，哇，<笑>这个有辣，非常东南亚风情的那种辣味。我们来吃吃看里面的豆腐，这个是嫩豆腐哦。 就是很嫩很嫩，然后沾满了那个汤汁，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了。等一下，这一碗合格四川麻辣豆花，哦，喜欢麻辣锅的人一定要来吃这一碗。 好想外带一碗回家给我妈吃，她超爱吃辣的。哇，这太厉害了！这一道呢，古早味酸菜猴头菇前庭包，这个分量好大哦，这个一个女生吃得完吗？这是有没有我的脸的尺寸？看一下，超大耶！我到底要怎么吃它？啊！ 这个全麦面包很香哎，而且很有 Q 度啊！真的假的？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味道就跟挂包一样，它的酸菜，哇，这个怎么讲？等一下。 我要再吃一口，这个太厉害了！它的酸菜就跟挂包里面的酸菜一模一样，然后跟那个猴头菇本身搭配的非常的完美，再加上这个花生，等于是把这两者的味道提出来，又有这个照烧酱，还有香菜，每一样食材真的就是手牵手合作。 共创未来的感觉，这一道真的太惊艳了！哎，可以帮我做个特效，因为那个太夸张了。你看来这边这家店充满了家的感觉，走进这家店呢，你可以吃到完全不同的料理。你今天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非常的惊艳，非常的推荐，大家一定要走进来试试看。